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船长他们的沼泽之旅出了问题，有沼泽动物把捕蝟一家人吓跑了。沼泽动物，更糟的是，市长现在被困在流沙里，阿宝船长又没有接电话。可是莱德，这个时间是退潮的时候，水位太低，海洋巡逻船是开不过去的。没错，入马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沼泽水上救援行动。我终极准备好要出动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汪汪队，入马！树干扰到全球定位系统的讯号，我找不到比目鱼号跟市长他们。阿奇，用沼泽无人机去找线索。沼泽无人机，发现脚印，小小的脚印应该是茱莉亚跟茱莉丝的，大大的脚印一定就是古威市长。那我们去看看吧，跟着无人机。好喂，在那里，古威市长。茱莉亚，茱莉丝，耶！汪汪队来了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来。小丽，用你的花式滑水板拉市长出来。小丽，终极往前冲！滑水板，好了，古威市长，小心的爬到滑水板上。啊，滑水板回来。哦，谢谢你，小丽。套一句孩子们说的话，你赞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冒险湾运动会那里出事了，所有的奖牌都不见了，听起来是个大谜案。这次的任务会用到侦探技巧，我们需要一队最厉害的警察狗狗，带队的是专家阿奇。知道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莱德，你一定要找到奖牌。灰灰，扫描这边的地面，找找脚印。没问题。有发现吗？这边没看到什么脚印。毛毛，有什么发现？我只有在奖牌展示柜四周发现花瓣。我看到一个东西，你一定要过来看看。你看上面放金牌的地方，猫的毛。可是沙地上没有猫咪的脚印，那是因为他们用了可以飞过天空的东西，所以才会把花瓣都撞掉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抓住这些坏坏的飞天猫呢？我有个妙计，去把奖牌拿来给我。汪汪队命令你站住。请你马上把奖牌。不要，这些奖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哦、救命啊！我们得去救韩丁娜市长。天天，你先跟好他。哇！知道了，看起来他现在需要去仙人掌峡谷。网子。哇哦！太棒了，现在可以把奖牌还给我了。抱歉，市长，奖牌要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哦，谢谢阿奇还有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奖牌不见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啊、哈，找到了，看看有这么多金骨头，哈哈，这些都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，咕咕鸡，小可爱，我现在就下去接你。你好啊，咕咕鸡。奇怪，莱德，市政府也快要沉了。什么？定位系统显示我们快到市府底下，我们会去查清楚。快，小猫咪们，再快一点！那个声音是……海丁娜市长，住手！哈，哈哈，你们只是想霸占这些金骨头，但是这些都是我的。啊！动力全开！啊！
我们会帮你的，兄弟。我们也来了。太好了，我要用您找到的金属衡量，绿色代表我们走。然后完成。市政府一直往下掉，别担心，我会把市政府撑起来，就用升级再造的最强起重机。灰灰，小心一点。灰灰，哦，不错嘛，巧莉太太，谢了，古威市长。你拿着火炬要小心一点，火炬点燃这里的火，就代表运动会要开始了。我可不想滑倒或是绊倒。哦，啊，乔丽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亲爱的。但是火炬去哪了？哦，糟了！大家快点离开公园。嗨，古威市长，开幕典礼的事都准备好了吗？本来是的，可是运动公园现在在冒烟。没有烟太多的运动公园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。你觉得呢，毛毛？地面上没有东西在燃烧，所以一定是树根着火了。一定是火炬掉进其中一个地鼠洞，所以才会起火的。阿奇，用你的热扫描机检查。是树根着火了。天天，我需要你从空中搜索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在冒烟。记忆，毛毛，莱德，我又看到下面有烟了。天天说的对，地底下还有火在烧，一定是火苗点燃了其他树根，还把地道里的地鼠都逼出来了。他们的地道在地底下相互交叉，我们就用地道运水去灭火。我们要确定所有地鼠都离开地道了。快来，我这里有地鼠爱吃的。等等，地鼠警报！嘿，小兄弟，你是留下来帮我们灭火的吗？毛毛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烟全都消失了，毛毛，我从空中也没有看到火。好喂，狗狗们，你们办到了！耶，太好了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古威市长，跟咕咕鸡。船长兄弟，还有丹尼，就我大胆哥丹尼了，全都掉进高山上的峡谷里。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，带领飞天狗执行任务。遵命，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灰灰，用爪子把丹尼从滑翔翼救出来，小丽。跳伞下去，船长兄弟那里，我会放下钢索。好酷的降落伞！爪子，耶！哎，两位，下一站是终极直升机。真是太刺激了啦！我的救生艇在动了，天天，古威市长的救生艇要滑下去了。毛毛、露马，我要你们把市长拉到平台上。我要滑下去了，哦，救生圈，抓到了，做得好，狗狗们。哦，多可爱的笑容，还有多壮观的景色啊！这要感谢天天跟狗狗们。只要你爬山的时候滚下来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盖个东西，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，我们必须帮助高地队长安全降落，所以我需要汪汪队狗狗很快的搭好降落台。所以这次是。终极工程救援任务交给我们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，小丽，
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糟糕，高地会降落在这里，但是没有地方架降落台，这里太窄了。既然不够宽，那就往上。我们要干什么，首领？相信我，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拆了，别丢掉，再利用。诺玛，在这里钻蜘蛛的洞。莱德还有阿奇，把柱子放到洞里面吧。我看到太空船了，大家动作快一点，高地队长就看我们了。首领，这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，小丽的快速螺旋溜滑梯，它来了。哇，莱德，听到请回答，高地队长还好吗？他降落了，平安无事。谢谢莱德，你化解了危机。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。古威市长，莱德，城市制药被人抢走了。市长，市长，我要报案，派被偷了。有坏蛋在海滩偷东西，没事官也被偷了。莱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古威市长，你跟其他目击者可以描述一下逃走的车子吗？是跟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。不过我们会查个清楚的，没有遗失的钥匙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我们的任务是查出嫌犯，并且阻止他。这些小偷一定是用钥匙闯进去，再用交通工具运走赃物。那拿走钥匙的人一定会跟开走我们车的人联络，看看能不能偷听到。Ahoy！ 海盗车队听好了，到那个秘密的地点跟我会合。是席德·史瓦西巴克。哎，走这一边，我们还是能逃走。你们会拖累我们的，小螃蟹。哈哈哈哈！我还有这把钥匙，我会回来的，而且下次我会抢走这里的一切。诺玛，拦下他们！可是我们还有钥匙。钥匙去哪里了？谢谢你，莱德，谢谢狗狗们。不客气，只要记住，要是遇到海盗想要又偷又抢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阿奇的风格，温纳农场的奥斯卡不见了。可怜的奥斯卡，我们还要找到一辆垃圾做的怪车。诺夫尤美看到他在路上乱冲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。终极救援任务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那个就是垃圾车吗？车头升起。那一定就是农夫优美看到的神秘车。天天，你能不能靠过去看看是谁在操控那东西？收到，现在接近中。啊，望远镜，看起来像是鸵鸟在驾驶那堆垃圾，那一定是奥斯卡。温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找到奥斯卡，但是我们还是得拦下那辆车，在他撞上东西以前救出奥斯卡。莱德说的对，天天，奥斯卡往哪里去了？他往冒险湾过去了。要是垃圾怪兽继续往前，就会带着奥斯卡一起开进海湾的。路马，用马路冲浪板拦下奥斯卡。哦，马路冲浪板。
全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大孩子。要是你的鸵鸟又开车跑掉，就大声呼救。小心点，兄弟，这镜片透明又没有裂缝，我们要好好的保管。啊，那还用说？这块新的玻璃镜片会让你灯塔的光变得更亮。哇！而且对着镜片看，还会看到好笑的傻瓜脸呢。快点把镜片搬上车吧。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，快快快点！不可以快了，我会很平稳的慢慢开，我的镜片才不会破掉。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，要把车停下来。刹车杆卡住了。火车停不下来，我需要帮助。好啊，来扑灭原木的烟吧。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。好计划，毛毛。小丽，用侧边爪抓住火车，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抓住火车哎。好，踩刹车。现在来喷水吧。水枪车出动！救得好，汪汪队！小事一件啦，不用客气。嗨，农夫艾尔，农夫尤美。对了，艾斯，你今天下午3点可以到市区广场来吗？哦，我想去，但是不行。你一定要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我没有车子，又不能开飞机去。市区广场旁边没有降落跑道啊。别担心，艾斯，我们会送你去你的机。你会很惊讶我们怎么送你去。好吧，谢谢，那就3点见喽。待会儿见喽，飞行员。哇，看起来就是个热闹的派对。糟糕，我们忘记准备礼物了。我们得在农夫艾尔跟尤美开车送艾斯来派对以前搞定才行。开车？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。为什么要在垃圾岛找给艾斯的礼物啊？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很适合的东西在那里，我可以把它修好，及时赶上派对的。如果大家都帮忙的话。好棒的颜色，毛毛！做得好，狗狗们！我想到一个主意，可以让礼物变得更棒。啊！但是要你帮忙，灰灰。哇，时间快到了，不知道天天为什么觉得很重要。不管是什么事，一定像派对那么特别了。哦，我是说非常特别了。大惊喜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对啊，是狗狗们修好的。快点，我们开新车去兜风吧。这个是最棒的礼物了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了，狗狗们，我们要去救受困在洞里的剑龙宝宝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卡车上的钩爪把其中一棵树搬走。我还要派乐乐，我要你用恐龙爪把另外一棵树搬开。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还有天天，等他们搬开树，你就驾驶飞机把掉进洞里的剑龙宝宝掉出来。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各位，我们快到剑龙受困的地方了，再往前走一点。在这里。还好你们来了，汪汪队，这只剑龙没有办法爬出来。我是在跟他说，你要撑住，兄弟，我们会救你的。好了，灰灰、乐乐，把树搬开，马上去。恐龙爪，1、2、3，拉！双爪合作太强了，狗狗们。好了，天天，
把它从洞里吊出来吧。啊，吊去！你一定行的，钻进吊索就好。就是这样，它套好了，做得好，乐乐。天天，拉它上去，往上哦。现在我要找个地方把它放下去。啊，有人找到妈妈了。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。嘿，那是我的无人机。遥控器还是不太好用，我把讯号调强一点，然后好酷哎！成功了！是啊，没错！呼呼！哇！哈哈回来！我的铲雪车。他自己开走了，逃跑的铲雪车。这个遥控器变得好好用哦。猪猪的车开过去了，可是猪猪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快累坏了，哎。杰克，跳上我的沙滩车。上来吧，猪猪。谢谢。好了，大家听好，去接那辆铲雪车。小丽，用你的树叶袋当缓冲，拦下铲雪车。知道了，莱德。谢谢你载我，小丽。不用客气。别再跑了，铲雪车。做得好，小丽。真的很抱歉，我跟我的无人机闯了大祸。没关系，只要你的遥控器失控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晕晕乘快车神秘的通过火车站，我们必须追上他，查出他为什么没有靠站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他在那里，准备好没，天天？好了，莱德。灰灰，用你的 X 光扫描器查看火车头的内部。没问题，莱德。车上一个人都没有，难怪火车会失控的往前冲，没有人在驾驶它。莱德，开始空中搜索，寻找失踪的乘客。有任何发现吗，天天？前方有个东西。我找到乘客了，他们都躲在小木屋里。哇！但是晕晕乘卷推动好多岩石跟大石头，挡住了通往小木屋的路。他们是旋风，是不停旋转的小乘卷风。哇哦，那些旋风很强大。小丽，到那里以后，你就出动工程车把大石头搬开，这样才能让乘客安全地搭上汪汪巡逻车。我马上去。哇！哇！不好了！哇！哇！我们走。终于解救了！大家不要推挤。走了走了。晕晕乘快车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发车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灰灰！谢谢莱德，狗狗们，你们救了火车。不客气，不要忘了，要是你又觉得头太晕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太好了，我们要去执行恐龙救援任务。一只叫独行侠的异手龙坠落在岩棚，它的翅膀还被大石头压住了。哦，真可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乐乐，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来得正好，狗狗们。好了，乐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恐龙爪。
换你了。不是，滑索。滑索固定住了，阿奇。滑索钓具马上到。你先走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做得好，独行侠！耶！呜呼！它的翅膀看起来还是很痛。我妈可以帮忙，不管是旗帜还是翅膀，它都能治好。哦，把翅膀固定住就会好起来的。我记得我还有一副支架可以用。嗯，找到了。可以帮我一下吗，灰灰？尽管吩咐，阿宝医生。有用了耶！好哎，继续支翅膀。哦，看来独行侠已经找回自信了呢。谢谢你们惊险刺激的救援，汪汪队。只要你的翼手龙遇到困难，就大声呼救。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路上的车阵中间，他被困在水果摊里。可是那是个路边摊，不是要放在马路中间的。说的对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引导车子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。包在我身上。还有小丽，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。小丽往前冲。好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我在这里，莱德。马上就来，波特先生。阿奇，知道了。交通锥。谢了，莱德。不客气，波特先生。小丽，好了吗？没了。最好把这些捡起来，不然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。嗯，苹果酱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穿上工程装了，狗狗们，谢谢你们醒来准备出发。有东西撞烂奥提斯叔叔的家，可怜的奥提斯叔叔。我们必须全员出动重建奥提斯叔叔的小木屋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。我需要建筑高手，他还要会带领小队，小丽，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。小丽终极往前冲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我出来为我的海狸兄弟吃宵夜，突然就听到一声嘣。这个工程蛮大的，奥提斯叔叔，那是终极工程队为完成这个工作的。首先把瓦砾都清走。不是我，是清走这些石头。毛毛用迷你蒸汽压路机把路面压平。露马用迷你电钻挖埋柱子的洞。用绞盘帮忙把墙吊起来。哇，绞盘。工程队做得太好了。太棒了。说的对，你们盖小木屋的技术是一流的。你们就开心的去度假吧。好吧，拜。你确定这条路没有错吗？雾这么大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家饭店可是一流的哦，是加比自己在网络上预定的呢。
海滩在那里，我就知道这条路没有错。你看，有躺椅，而且该有的都有。可是饭店在哪里？一定就是那边那个。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啦。哦，你看那个。你看这顶超炫的大帽子，一定是给客人戴的。小猫咪们，你们的尾鱼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有入侵者偷偷溜进我的秘密基地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不对，我要让他们出不来。现在就来封锁基地。这什么隆隆声？也许这附近有机场。哈，怎么样，入侵者，你出不来了。跟我的小猫咪们待着吧。啊，我的猫咪们。嗨，市长，海丁娜。嗨，莱德，我很勇敢地用大石头把几个入侵者困在我的基地里了，可是我的小猫咪们也被困在里面了。我们马上过去。嗨，韩蒂娜市长，你说的大石头是那个吗？没错，拜托快点，要是我的猫咪们出事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大石头又搬走了。哦，谢天谢地，那些坏坏的入侵者吓到你们了吗？入侵者到底是谁？哦，嗨，莱德，你们也订了这家饭店吗？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狗狗们。镇上有三只鸟不见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搜寻八哥鸟美娜，因为只有它会飞。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莱德，我找到失踪的鸟，他们就要飞走了。啊，三只嘛，天天，鸡跟鸵鸟应该不会飞啊。他们坐上热气球就会飞啦。哦哦，去追热气球。天天，用直升机试着把热气球往下压。小鸟们抓紧了。哦，鸵鸟摔下来了，在12点钟高空。阿奇，用网子接住它。不，网子。好，阿奇，谢谢。现在只剩咕咕鸡在热气球上面了。崔维斯，我们得送你到能抓住热气球绳子的高空。毛毛，驾驶消防车，尽快赶过来这里。我火力全开。我来了，莱德。太好了，把梯子升起来。哇，梯子！好了，崔维斯，现在看你的了。还差一点，抓到我。害怕的乘客不用担心，我旅游玩家崔维斯会专业的驾驶热气球，安全把你带回总部的。谢谢你，莱德，还有汪汪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淘气的宠物。只要你的鸟儿飞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，你看 ，look， 有很大的脚印，看起来像大象的脚。我听到了，他们往那边去了。这里的隆隆声真的好大。哦，是大象宝宝哎。哦，那是诺诺。可是这么小的大象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。不行，小伦，快点离开那里。回来啊，诺诺，我们只是想要帮你。不好了，莱德，诺诺往河边跑去了。水流的速度很快。小克，你能跳上竹筏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？ Of course， 当然可以喽。一个钓具，马上来，就到
带回岸上吧。做得好，小柯。没事了，诺诺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。啊，慢点，现在。周周，什么声音啊？没事的，雅丽，只是猫头鹰在叫。有怪声音。怎么你们两个还不睡啊？有个可怕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池塘传来的。那会不会是青蛙池塘的幽灵？我们最好去查看一下。那一定就是爷爷故事里说的幽灵。雅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幽灵。哇，是青蛙池塘的幽灵。但是我们最好打给汪汪队。汪汪队来了，他们会找到幽灵。喂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猪猪，你去搜索树林，阿奇跟我到池塘去。没问题，莱德。找到幽灵了吗？对啊，手电筒。那些恐怖的声音不是幽灵，那是大青蛙的叫声。是牛蛙，但这个池塘没有牛蛙，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韩丁纳市长，你带着那些牛蛙做什么啊，市长？那个，我这次也是来散步的，所以哦，好了，他们的叫声害我晚上睡不着，所以我把他们送来这里。难怪我认不出他们的声音，他们住在卧底室。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去。我开车送他们回卧底室。市长，我们可以一起走。哦，那这一路上他们一定会很吵的。咦哈，对了，嘿，走开，乌鸦，走开。我是稻草人哦，上车喽！好酷的装扮，帅哦！好酷的蜘蛛装，哦，谢谢你呀、啊！是是，很酷的蜘蛛装。不给糖就捣蛋、啊！爷爷，我们得打给汪汪队。莱德，有个小朋友穿着大蜘蛛装把糖果都拿走了，我们马上去。没有太大的蜘蛛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快点住手，你这个躲在蜘蛛装里的调皮鬼。快逃吧，小猫咪们。网子，可恶，我们被困住了。小丽，带着起重机过来，我们需要你把棉花软糖蜘蛛网上的大蜘蛛弄下来。哇，还好不是真的蜘蛛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吓呆了。哦，是玉米糖果，我一定要吃。糟糕，我的糖，不要！哦，莱德，谢谢你，你跟狗狗们这么辛苦地救了我们的万圣节派对。不客气，要是没有糖果的时候，绝招就是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灰灰跟检察员被困在纸箱堡里，现在纸箱堡被甩来甩去拖着走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点放我出去！没办法，想要打开门，我们要先解开谜题。这是你打造的，难道你不知道答案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装荧幕，谜题都是电脑选的。这样的话，救命啊！不好了，先生，小心有失控的巴士。
我去拦下拖车，巴士交给我，启动自动驾驶，准备好，然后跳。你们两个到站了。路马做得好，希望小丽可以及时追上拖车。捉到了！脚盘。哦，拖车已经安全了。雅丽，可以请你剪彩吗？冒险湾纸箱堡现在正式开放了，耶！谢谢你救了纸箱堡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纸箱堡要跑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农夫艾尔、农夫尤美跟一些游客搭上了失控的游览车，车上的方向盘坏了。天哪！糟糕了！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方向盘重新装回去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吊起灰灰，让他从天窗进入巴士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看，是汪汪队来了。好了吗，灰灰？好了，带我上去，天天。等等。天天，莱德，我进来了。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方向盘放回原位，锁紧就好。不要！坏消息，莱德，方向盘沉到海湾底部了，而且我找不到刹车。莱德，游览车往河那边开过去了。莱德，吊桥往上升起来，我们没办法停车。机器狗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汪汪巡逻车开到吊桥来。我们要挡住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背着它走。谢了，汪汪队，你救了我们，才能结束这最疯狂的旅游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游览车失控乱冲，就大声呼救。嘻哈，欢迎来到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。大家应该都认识我的搭档罗斯蒂，打个招呼吧，罗斯蒂。第一项比赛就是骑狂奔的野马。这两位伙伴必须尽可能的骑在马背上，谁待在马背上的时间最久，就是热闹非凡马术竞赛的冠军。韩蒂娜市长，祝你好运。哈，我不需要好运，我有胶水就行了。小心点，猫咪，胶水有一点快流下去了。什么？等等，他还没有说快快啊！市长，快点下来！不行啊，我的裤子粘在上面了。罗斯蒂，小心！我们不能走，我还没赢啊！别担心，牛仔妹贝尔，我们会搞定一切，用超快的速度把罗斯蒂带回来。我们要怎么救罗斯蒂跟韩蒂娜市长？当然是再找狗狗来帮忙。路马，我需要你来抓住马。开始行动吧。哦，救生圈。小马乖，现在带你回去吧。那我怎么办？阿奇，交出你的发射器。发射器。如果你用这个磁铁打中发动机，野马应该会停下来。快快跑！哦，我赢了吗？哦，谢了，伙伴们，你们救了节目，也救了我的马。哦，这没什么啦，
要是你又遇到强悍无比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火车司机艾德刚刚告诉我，载着嘉年华会器材的火车困在隧道里了。哦，小朋友们都会很失望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火车会抵达露天场地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卡住真是太糟糕了。不会有事的，告诉我们是哪里卡住。哦，我知道是怎么卡住的了。小丽，可以把隧道弄宽一点吗？钻孔机。灰灰，我们把货物拖回原来的位置，火车应该就能通过了。马上办。这行吗，莱德？很好，小丽，拖板车也差不多整理好了。我还有一个东西要搬。过来，你们都要看看这个。全都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待在这里，确保东西不会乱动。我会把这里收拾好。火车司机艾德，我们都上车了。快去布置嘉年华会吧！你有没有看到我照去围屋的镜子？我的腿变得歪七扭八的。我看到了。盒子里的小丑害我跳得好高哦。哦，谢谢。谢谢你才对，没有汪汪队，嘉年华会就办不成了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火车又卡住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阿奇，是你吗？是，我跟咕咕鸡睡着了，我们醒来之后就发现我们交换了身体。哇哦，真的好奇怪哦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还有鸡。那些强风把比目鱼号吹上天，掉到了杰克的山顶上。灰灰，我要你打造一辆拖车才能把比目鱼号带回海湾。最后是阿奇，我要你用绞盘把比目鱼号拉到拖车上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跟咕咕鸡在哪？啊，团队需要磨合，我们会搞定的。我知道你会的，咕咕。不对，是阿奇。好了，灰灰，开始打造拖车吧。拖车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毛毛，把这个勾在你的消防车，把船拖回海湾吧。拖车撞烂的话，比目鱼号也会变成残骸的。狗狗们，拖车脱钩，比目鱼号滑下山坡，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快点，我们得拦住它。太棒了，我们在拖车前面。当我说现在，你就慢下来哦。不过，现在，不过，稳住，稳住，然后，不过，好威，太棒了。船长，一切都好吧？哦哦哦！你也是。我跟华丽是想说，比目鱼号又浮在水面上的感觉太棒了。谢谢了，汪汪队。哦，我又有脚掌嘞，好怪的梦哦。农夫艾尔，很期待今天重要的早晨吗？是很期待，可是不知道是谁还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彩虹马铃薯，还把我的菜园搞得一团乱，太糟糕了。那本特殊蔬菜书派来的人应该随时会到我的农场。怎么了？他找到了。今天会是一个完美的马铃薯日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来处理。没有失踪的马铃薯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我能搞定。我开始找线索，感觉很牢固了。小丽，把洞补起来就好。阿奇，找到线索了吗？快点过来看看，我找到了动物的脚印。派出你的无人机，看能不能查到是谁的脚印，是不是他拿走了马铃薯？无人机，跟着那架无人机。他们玩得好。
好开心哦！我们要怎么拿回马铃薯？引开他们的注意，用你的发射器送给他们几个真正的弹力球。发射器，成功了！现在大家去农场吧。啊，又有一个彩虹马铃薯迷。是啊，你已经吸引到民众来看你这个很特别的蔬菜了。那么马铃薯在哪里呢？那个老实跟你说吧，其实它就在这里。哎呀，我现在宣布，由农夫艾尔种出来的彩虹马铃薯是世界蔬菜奇观之一。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温室的入口被堵住了，现在古威市长、咕咕鸡还有韩丁娜市长被困在里面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、绿色代表走，还有猪猪。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好了，猪猪，先把入口清出来。该搬走这堆雪了。做得好，猪猪，接着只要把门修好就可以了。交给我吧。好，哦，这里面太热，我快受不了。你会热就把外套脱掉吧。我把冷气打开就不热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。为什么不能冷一点呢？啊，小心一点，不然会弄坏。好，喂，修好了，去把市长他们救出来吧。天哪！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汪汪队，你没事吧？这里面好冷哦。对啊，怎么没有暖气了？韩丁娜市长弄坏了温控荧幕。这里变得太冷，植物会没命的。我们最好修好它。你们修吧，我跟咕咕鸡要去外面的雪地取暖了。哇哦，真的坏掉了！你可以修好它吗，灰灰？没问题。啊，螺丝起子。我修好了，温控系统开启。做得好，灰灰，植物应该马上就会觉得很温暖了。我正式宣布这座温室开放了。今天谢谢你们救了温室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要是你的温室又变得很冷，就大声呼救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亚历跟波特先生在丛林深处的迷宫里迷路了，救命啊！还好亚历画的通往迷宫的地图，让小曼送过来给我们。小克，我要你开吉普车，用超强听力找到他们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用无人机搜索茂盛的丛林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大象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，引擎声，是汪汪队来了。救命！要喊大声点，也许大象宝宝可以帮忙。Listen， 快听！真是奇怪，我听到一只大象宝宝，还有另外两个声音，听起来像在学大象叫。我们得过去看看。好喂，找到迷宫了。汪汪都会听到我们学大象的叫声吗？我听到亚历了。好喂，去找他们吧。爷爷，那是阿奇的无人机。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！我看到了，汪汪队在这里。小克，你能把亚历拉出来吗？钢索。困在里面。小丽，把你的车开到迷宫。小丽，往前冲！有人需要接送服务吗？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古威市长的荧光派对上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。客人都在泡泡里飘上天，
现在要靠我们帮助大家安全的下来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，还有毛毛，我火力全开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快看，是那个外星。古维市长，莱德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我的客人全都飘走了，我要怎么给他们果汁呢？耶！我去救雅琳。梯子。水枪启动。快看，是凯蒂跟莉莉，交给我。走避邪，滑索，撑住凯蒂，我救你们下去。嘿，等等，住手！是我们呢，你的朋友。别担心，我们看起来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变装要去参加荧光派对。很棒的派对，古维市长，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派对，还救了发光的客人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客人又飘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波特先生的派被旋风卷走了。现在这个派卷风甩的冒险湾到处都是派。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叫大家避开派卷风会经过的路线，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坏掉的东西通通修好，还有毛毛，我要你用水枪把被派打到的东西都洗干净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清洁溜溜的，喜欢吗，莉莉？凯蒂，你快点进去屋里。我们马上到，毛毛帮灰灰上去屋顶，梯子，爪子，水枪启动，住了，对不起，灰灰，我的身上又没有派，莱德，我在上面可以看到派卷风，狗狗们，走吧。只要那个龙卷风里面还有热热的派，就不会停止旋转。天天，小丽，快来帮我！让我们飞去找派吧！小丽往前冲！天天，用你的钩子抬起小丽。现在把它带到派卷风上方，慢慢把小丽垂降下去。等你进到里面，就用你的铲子把派打出来。铲子！火鸡肉派，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汪汪队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